改地方了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我爸太管了，老大不同意，你劝。哎呦，不用劝了，不去就不去嘛，反正我也无所谓。不是，你别说话嘛，你能不说话吗？你这不绑票吗？不是，有你这么当儿子吗？哎，我是冒犯你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他结婚呢。老傅，你好好说，好，咱们不去啊。你好好说，那我这也好。你耍我们呢？啊？ 一会儿一个农村丫头来了，一会儿她爸她妈来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做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毛峰，我和你爸，我们不是说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们是明白人，你知道吗？哦哦哦哦，对，您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对，您是明白人，就您是明白人，那他的爸爸妈妈呢？那怎么他们就那么通情达理呢？混账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跟我们？不是，你好好说啊，你们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不去就不去。 不是我跟你说，你毛峰，你别老这么说话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这事儿是个事儿，就你哪能老这么跟说话？你不能这么说，你好好。爸妈那个，爸爸妈妈，我求求你们了，那人家潘美丽的爸爸，人从老家带来好多山货给你们。 就去一趟吧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好。不用来这个可怜相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要是问你和那个潘美丽，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我们两个人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当然答应了。那我们还没想好呢，就让我们答应啊？哎，你凭什么让我们答应啊？啊？哎，我先问你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把一农村丫头娶到家里来，你跟她有共同语言吗？你打算跟人家过一辈子吗？我。 他要是想好，他就不会和那个秦素素离婚了。不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没有脑子你！你说你跟那个啊什么美丽来往，双方父母不见面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；双方父母一见面，哎，这就是盖章认可了。哎，还要把人家闹到家里来，到家里来，我跟你妈怎么办呢？我们认不认这门亲呢？这不闹笑话吗？ 刚来两回，这就定了。爸，我们相爱，我们结婚，这很正常。是你们打心眼里就不愿意我娶一个农村的老婆，很丢人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这种想法，这种思想很庸俗。这不是庸俗不庸俗的事儿。你把一个农村姑娘闹到家里来，咱不是看不起人家，这什么生活？ 习惯想法，他跟咱们全都不一样。对，你都不说我们，将来你跟人家过一辈子，你不好还不了解你吗？啊，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吗？就你这个啊！不说这么多了，不说这么多了，不去是吧？好说实话，你们也要有个心理准备。这事于伟知道。不是我知道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，于伟？这事儿得你自己说。 好，我自己说。潘美丽有了，我的，你们要当爷爷奶奶了。于卫，你给我抽他！给我抽他！你别抽我！你给我打他！干嘛你？不是抽你吗？你给我打他！ 那一会儿那个地瓜叔把他们都带过来，就听说咱家美丽定亲的都老激动了。人越多越好。那感情好呀。老伴儿啊，多摆几桌吧，人多热闹。行。你说三桌够不？三桌可以了。你可大喜的事儿，人越多越好呗。行，这三桌就三桌。多好啊，你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咋了？咋了？这是又忘啥了？坏了！ 我在花圃啊，留个份篮花，归老鼻子钱了。那是留给毛峰他爸的，我当啥事儿呢？不求花嘛，赶趟我求就完了。快去快回啊！那谁呀，旺妈，找一花圃子小赵，就是给亲家的花。行，找找不就完？快去快回啊！你啥？你我求花呢？你帮妈他们忙活啊！行，那你快快回啊！哎呀，你瞧瞧我这记性。这都置办好了，爹。啊，你看行不？这些。那美丽呢？屋里呢？ 美丽啊，美丽，美丽，你姐回来了。哎呀！
老伴儿，看见了没有？我的女儿多漂亮啊，简直像七仙女下凡。行行行，别臭美了，别臭美了。娘，你听着爹啥意思没？那意思就是我丑，美丽好看。你看看你这孩子，这是妹妹啊。别说了，美丽，一会儿人毛凤爹娘来了，你记着跟人多说话，知道吧？你别老不说话。对对对，给姐姐学着点。美丽啊，往后啊，一定要对婆家的人好。对婆家的人好了，你这媳妇就成功了。俺记住了，娘。嗯，娘你放心，美丽聪明。再说我看了，毛凤他们家人挺好的，没啥架子。是是是，美丽啊也挺有福气的，找了这好人家。那是。想死你们了，是是是，大嫂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哥，给你，这送给你的，拿。谢谢。还有这些都是送给你们的，你看这粉条子呀，是俺们家自个儿压的，吃着可筋斗呢。你看这魔头菊，好贵了，那都是300多块钱一斤的，熬汤啊可鲜了。这山里的这木耳啊、蘑菇啊，都是绿色食品。你们城里人不就喜欢绿色食品吗？我们也什么都没带，是啊，太客气了，热手就来了。这话说的，咱们这样客套什么？是，王家大哥，赶紧，这是给您的。哎呦，您这中华，拿拿拿，一点小意思，咱就是见个面，这是礼是不能收的啊。王大哥，你是不是看不起俺？见俺出手小啊？不是，就收下，有啥好说的呀？就是啊，娘，请叔阿姨坐，叔阿姨坐。对，大哥大嫂来坐。你看，把俺高兴的呀，不知道该说啥好了。以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不说那两家话啊。来，走。不行，那爹我下去菜。哎，大哥，哎呦，大哥，你过来。哎呀，大家都来了啊。大哥，来，李官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哎，咋样了？哎，能咋样？你老公手艺你还不信呢？二嫂，我跟你说啊，您太炒咸了，你知道吗？淡点啊，我媳妇说淡点啊。淡点儿，怎么咸呢？哎，媳妇，啊，前面气氛怎么样啊？那好啊，爹娘都在，气氛能不好吗？啊，我觉得要这样吧，这喜酒快喝上了。那可不，把菜端进去。哎，先去啊。一会儿炒完了吃饭啊。哎，那我整完了过去陪他们去啊。行，你别着急啊。好嘞。哎，再整俩兔子啊！大哥大嫂，来，咱们两口子给你们敬酒了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好。哎呀，别管他们喝酒，那大老爷们哪个不喝酒的呀？坐。这今儿个你给我们来请客，我们来啊。哎，大哥大嫂啊，这个话我可有意见了啊。虽然说是咱们第一次见面。可提出来拜访，那是我们提出来的，怎么能让你们请客呢？你不信呢？你问问大伙儿，今天这顿饭你们吃谁的呀？谁家的？俺家的。大哥，喝吧。来，豆豆，尝尝俺姑爷的手艺啊！他可是这儿的大厨啊，好手艺。妈，爸，我谢谢你们支持我跟美丽的婚事，所以我代表美丽，我告诉你，敬你。多懂事啊，孩子。来，上菜。老爸。哎，豆豆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看我这忙活着呢。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找上来了。哎，你找我啊。对。谁的主意啊？看起来了。是不是毛凤的主意啊？啊，让我爸妈都到这儿来，还让你爸妈准备这么多东西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有啥不好意思？你看这毛凤啊，你想早点给美丽一个交代，早点娶进门，早点当媳妇不好啊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大家毕竟要商量着来呀。你说这样，豆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美丽不够好啊？我跟你说，美丽这孩子老实孝顺，那到你们家，那对你爹你娘指定差不了。
知道美丽是好孩子，所以我爸妈才不放心。这觉着毛凤和美丽不合适，怕毛凤将来到时候伤着美丽啊。不能，你看毛凤以前那样，那是因为没有娶着好女人管她。这以后跟我们美丽结婚了，我们美丽天天在家看着她，她就不能上外面去花花草草。不是，你有啥操心？你看这美丽以后天天在家把你爹你娘伺候得好好的，那白天毛凤上班去了，变魔术去了，没在家做饭做菜。你说这么好一女人，毛凤还到外面找女人，那我不信。毛凤不能那么傻。你们是不了解毛凤，不是说她这个，就是她小，她不懂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点事儿还不懂啊？娶了媳妇儿啥都懂。行了行，赶紧走吧，这油烟，你说什么？我来，大哥，嫂子，你看看，别喝了，他酒喝多了，干杯，贵人，干杯，干干干干干杯。哎呦，今天高兴，好样的，大哥，请李官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李官，哎，李官，大哥大哥，好了你，李官，哎，来来来，陪大哥，来，我要不是不喝，哎，干杯，大哥，这下放心了，你看我们喝成这样，多开心。好，我们两个人事情就算定下来了。静姐。挺能喝呀，都喝成那样了。我还说呢，都给毛凤折腾的。本身我爸一见着酒就克制不了自己，这好了，正好借酒消愁吧。哎，不是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也就是说，就咱爸就同意毛凤和潘美丽这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说能不同意吗？能不同意吗？嗯，我们家是那种人吗？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？然而姑娘把肚子给孩子打了。对，那是，我跟咱家人就是太善良，对吧？你说这，你说我跟毛凤那都是一个妈生的，怎么差的这么大呢？他从来就没给我省过事儿，这真没脑子这孩子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毛凤不是说没脑子，他有脑子，他吧，他就是这个男性激素啊，特别发达。男性激素也是发达，他一发达完之后呢，就他得释放，一想释放，就边上就得有女的。那你这么说，他这还有科学依据的？有科学依据，这算种病啊？还是病啊？这病啊，这是病啊，有治有治。怎么治啊？就到医院去，到一大医院，就专门有这种抑制雄性激素的药，打一针，就反正打一针，打一针就能好，能好，就反正那药量就是得别动，这药量反正药量多了，打大发了就成年了。潘家那他爸爸，你说瞎管什么闲事儿啊？一听说你爸爸退休了，原来是理发师，哎呦，你瞧他乐的，非得要给你爸爸要介绍一个什么他们老乡开的一发廊，那什么发廊啊？那都什么发廊？那地儿能去吗？你们说说。是不能去，就是反正就是潘家爸爸，我跟豆豆也第一回见，就是人呢就特别热情，我估计也就是出于好心。什么好心？还把你爸弄得激动的。喝大了，没出息！你瞧瞧，礼物也拿来了。今天当着这么多这就农村人的面，这就算是默认了吧？他们俩的事儿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今天这什么事儿啊？乌泱乌泱来一拨人，就好像这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干什么呀？是有点太逼您了，就对。本来我想的挺好的，我是说毛峰，我说要再结婚，一定要好好办一下。上回就是没办啊，所以不吉利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说说怎么办呢？人家街坊邻居一看，人笑掉大牙，人挑了半天，挑了一什么呀？一农村儿媳妇儿，我儿子没人要了，真是。不是妈，你也别觉得毛峰多好，你美丽配不上他。毛峰这个脾气秉性性格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能找着美丽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不委屈他啊，而且。你说现在人美丽都有了，你还想怎么办？你说你还真不要这儿媳妇儿，不要这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可能吗？你说这东西多不是东西，你说他，不是你不就是担心这婚礼吗？啊，咱要不然这样，咱早点办，人肚子没大出来，咱就办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他们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什么他们扒着咱们呀？咱们是城里人，
那丫头她就攀上高枝了，生的那孩子她就能落城市的户口，就为了这个。不是妈，我就是什么，就是事已至此啊，就是咱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办法，就是其实这个潘家爸爸妈妈呀，都有工作，是吧？就是将来这个毛峰呢跟这美丽结了婚之后呢，也绝不会拖累他们小两口。是啊。这比人好多农村亲戚强多了，对，那不会说是到时候又救济这个救济那个的。毛峰和美丽就过他们小日子就行了。而且妈，我跟凤凰和美丽接触吧，我真觉得她们姐妹俩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挺老实，挺朴实、质朴的，质朴，真的。而且美丽这媳妇儿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去找毛峰，你谈谈。啊，你让他把这个农村丫头娶回家，你跟他说让他甭后悔，一辈子都别后悔。要是这个他再不和人好好过，在那儿打断他的腿。哎，人呢？那毛峰那臭小子呢？他什么时候回来过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喝多了。看来这回咱们儿子真得娶这个农村丫头了，我都不敢想，一想我这死的心都有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老观念了，人家还给我找工作呢。找什么工作呀？他给你找那工作，你能去吗？那发廊你能去啊？不去不去，气死我了都快。反正这个农村丫头要到咱家，咱们这家就得变了样了。怎么变？你说怎么变呢？你能习惯呢？谁都习惯不了。嗨，我安慰安慰你啊，你别不高兴。想当初李年那个秦素素都认了，人家潘美丽好歹是一个黄花大姑娘，有什么不认的？能不认吗？不认也得行啊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那个毛峰，就是咱俩也不见。就咱俩也不客套了啊，就是你爸你妈现在让我找你，很严肃的找你谈个话。谁爸谁妈？啊？谁爸谁妈？咱妈。继续。我跟你说什么都白搭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你说爸妈兴这一套，你也过来跟我谈，对不对？生活就是有感觉的，有了感觉才去做。有一二三，直接奔八九十；三四五六七，可以省略掉。对对对，也就是你能把人家潘美丽那什么了？这种事儿就你能干得出来，我跟你说。余卫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真的很喜欢潘美丽。OK？ 哦，OK。不是我，你别 OK， 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要跟你讲清楚，这是原生态，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，我很难找到的。眼下有几个正经女孩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是是是，就是毛峰，就我作为你姐夫啊，我就是什么意思呢啊？就是你要人跟人潘美丽结婚，你就得好好对人家。但是我能告诉你的啊，以我的眼光看潘美丽这女孩，我觉得不错。当然了，本分、善良、朴实，我当然会对她负责。你好好待人家，我必须对她负责任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会给她幸福。跟其他人没关系，别人怎么说怎么管，我不管，我的生活我做主。对对对，反正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就是你跟潘美丽对吧，你们俩要是真结了婚，你就不能像以前那样，你再在外面再去泡妞去，再去花人别的女孩子，不能像对秦素素那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婚姻是要有责任的，像秦素素这类事情，就坚决都不允许发生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不说这个话题了，行不行？不是你，我就跟你说。你信不信我吧？这一次，我你现在这种感觉就使我就没办法。你信不信？其实毛峰，我特别愿意相信你。不谈了这个话题，到此告一个段落。余伟，叫姐夫。姐夫，怎么着？你这个地方，如果比如说来了一些客户啊，比较重要的人，你都是怎么招待他们呀？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去都是去一些什么样的？啊，就附近找地儿吃个饭，边吃边谈。嗯，没有系列吗？系列？系什么列？就是，
夜总会。去夜总会啊？去啊！我跟你说呀，我现在就是一呢，就是也岁数有点大了，就是那种地儿都不去。就原来我就附近这几个全熟平汤，现在都累了，懒得去了，太闹腾闹心。真的？那今天晚上你带我去好不好？就今天晚上你带我去。啊啊！这你想去夜总会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毛峰，不是说不行，就我今天晚上，我今晚还真有点挺重要的事儿，就为明天有一帮客户到这儿拍照片了，就晚上我得安排好，改天带你去啊，改天。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，我呢之前帮你约了几个大客户，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夜总会，这几个大客户是什么呢？就是意味着你这半年的业务量不用担心了。就是说，半年业务量能解决是吗？你根本就不用担心，想都不用想，甚至一年。但是要在夜总会。要在夜总会啊？夜总会。哟，峰哥，你来了。来了，峰哥。哟，峰哥来了。这是我房间啊。峰哥。慢一点，一会儿来我房间啊。峰哥。哎。有日子没来了啊。是啊。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，哎，这间。你那客户呢？你不就是我最大的客户吗？怎么照顾我的客户呢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就问你，那客户，你别跟我去客户呢。听我说，我听你说，是你哥，我可是哥们儿，我是你哥。我会告诉你姐，做回男人啊。就这样，来，不是，宝峰，你没。宝峰，你没。我就说，我什么意思呢？就你看，那毛峰对吧？我是他大哥对吧？就是那个你们四个人先好好敬他一杯，敬完他了，回头人完了我就喝满杯。真的吗？这真的。一言为定，肯定的。那您别变了。那就绝对不变，就喝纯的啊，这纯的。你好好先敬他一个。啊，我说好了，说。哎，好嘞。是谁呀？我绝对相信他，他比你不一样，他绝对忠诚。不过警告你，毛峰，以后别瞎试，瞎考验什么呀？考验出事儿来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姐夫来了，挂了哈。回来了，还没睡呢，你啊。等你呢。今天回来的够晚的。啊，就今天特忙，哎呦，这忙的我忙我一焦头烂额，忙的。是吗？啊，难怪脸色都不好。忙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有来了一个客户，就是给人拍片子，就是。哎，那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这多担心啊，在家等着。我是想的，就是那个。
我回来也很早就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今儿吃饭了吗？不是吃了。嗯，跟谁吃的呀？就跟大海，我们俩一块儿吃的。晚上吃什么了？就吃那个，就是有那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完了有那个土豆丝，就是还有那个，就是那个拍黄瓜什么的。哦，今天不是没人来拍片子吗？怎么喜庆的？那个有上午来了一个客户。哎，老躲我什么呀？我谁躲你？我说绕来绕去找什么呀？对，我找什么来着？找刀吧。对，刀，削苹果吃。再找。对，给我。不是，我削。不是，回来那么晚，等你一天了，这。对，是。挺想你的呀。我也挺想你的。什么味儿啊？不是，是什么味儿啊？烟味儿啊。哦。就是那什么，那个，在大海抽几根烟就了。大海不是不抽烟吗？对，大海不抽烟。大海为什么抽烟呢？大海就是他有点困了，就是干一天挺疲惫的。我批准他，我说你抽两根烟。那你不该批准他，以后不能在摄影棚抽烟，会烧着的，那不是钱都白烧了吗？啊，对，是，就下不为例，就这个，就是不能再乱抽烟了。不是烟味儿。你别动啊！不是你干嘛呀你？于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怎么有香水的味儿啊？香水味儿？嗨，这叫什么？那是后来大海女朋友来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就是大海女朋友来了，大海女朋友有香水味儿，你身上怎么会有香水味儿啊？啊，对呀，我身上为什么会有香水味儿呢？就是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身上有香水味儿吧，它就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不是一种香水的味儿，这是好几种劣质香水混合的味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怎么回事，就当时吧，我跟大海，我们俩坐着一块修片子，俩脑袋，对吧？后头村女朋友来就非要看，我们俩俩脑袋。甭跟我绕啊！一，没人看，左右来看，三，来看完之后去夜总会了。不是，刀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别靠我，别靠我。没靠你，就今天其实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来了几个客户跟我谈合作，谈完之后吧，他们就非想玩去，非想玩之后，你说我不能不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跟你说吧，夜总会那种地方，我就特别反对去。你说那有什么可去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。其实夜总会，我打起个我就烦。你说一帮女的往那一站，你说那有什么劲？实在没意思。我跟你说，媳妇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夜总会那种地方，我压根都不愿意去。你白花钱，那酒够齁贵的吧？好豆，别编了。毛峰都跟我说了，去夜总会了是吧？啊，还跟你说常去，都熟，平趟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哎，纸包不住火，群众眼睛雪亮的。你呀，以后再做这种事情，你先打打草稿，然后再骗人，要不然你就别干。毛峰，这个叛徒。哎，毛豆豆，不对吧？我怎么觉得是你跟毛峰给我下一套，挖一坑啊？怪姐没给你交代清楚。那在城里啊，这好多夜店这服务员、保安，大多都是姐的同乡。你说刚才给姐打电话，那姐还不相信呢。那咱俩中午不还一起吃饭呢吗？对。这晚上咋就奔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刚刚我……对，你别说，风，你现在是名人，
那得老有名了，在咱们村儿，那只要认识我潘凤凰，认识咱潘家人的，那没有一个不知道你，对不？对。哎呀，你看这地儿环境还挺好哈，但你姐没出息，这灯晃的脑袋疼。姐走了。啊，那我送你。你不走啊？正好我也走了，对。那你等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都没吃完，这多少钱一盘啊？哦，这我不知道，送的。送的啊，送的没吃完也浪费。是，走吧。肚子拿一点啊。抓一板回家吃。走了，凤凰姐，走了哈。哎，凤凰姐，走吧。上家吃饭啊。走了，凤凰姐。走了。彪子，别忘了，你要给你带东西啊！上我家去。谢谢凤凰姐。谢谢，走了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今天真够厉害的，挺神的。毛峰，哎，姐是乡下人，没见过啥世面，但是姐是真心疼妹子。这美丽啊，那真心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我也很喜欢她。你喜欢她，那你为啥还去那种地方？那不是什么正经人去的地方。毛峰，明天我们家人就要上你们家去谈婚事的事儿。这时候你可千万别给姐贴茶罐子。好了好了，姐，我绝对不会再去了，相信我，没有下一次，真的。真不会了。真的。那成，姐相信你，回家吧。家养的猪早上才杀的，对，新鲜着呢，可新鲜了，快出房，出房去！哎，那个书房在那儿呢。哎，对，咱快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请进，请进，别把人地给弄脏了啊！哎，不好了，啊，快进去！来，坐，来来，新鲜哈！我瞅瞅，还有血呢。您去，我瞅，一会儿那个拖布就放在边上了哈。哎，别说了，刚好沏好这龙井新茶。哎呦，说起茶，你看我特意啊，托人到安徽买的毛峰，合着咱毛峰的名字叫，哎呦，多可惜啊！谢，这是个缘分啊。那会儿啊，我让豆豆帮美丽介绍对象的时候，我就答应他了，要送他一辈子茶。那豆豆不爱喝茶吗？啊，对了，叔，那个这是地瓜叔托我给你烧的香烟。哎呦。这地瓜还记得吗？那可不，都一家人了，谁跟谁呀？是是是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不说两家话。大哥呀，你看俺给你找了一家发廊啊。哦，嫂子，你可别多心啊，这个发廊啊是个正经发廊，我二妹开的，就是原先的剃头铺，说请您过去，哎，当啥？那个首席发型师啊。对对对，哎，对。首席发型师啊，就第一席啊。哎，来，这是二妹子的电话，你先来给他打。你看，他在店里边正等着你呢。他二妹人呐可爽了，给的工资也不低。哎，你给说说，给说说。这个数啊？哦，200。哎，2000呢？可不咋的，这还没算奖金呢。明天你就可以上班啊。这样，我不一定非得工作的啊。刚退休啊，先不想工作呢。这咋整啊？他跟人家说的铁板钉钉的，你看。要不是我给咱二妹再说说去，再给你加300。你出山嘛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仨呀。这不是钱方面的事儿啊，那也是，这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啊。他刚下来的时候啊，也有好多人想返聘他，他都没去。我们是怎么想啊？这不是刚刚休息了吗？辛苦了一辈子，想好好享受享受，过几年再说呢。啊，对。你说这爹娘，那咱就听叔的话。对，叔境界高，境界高。就是有点可惜了。那来日方长，是就来日方长吧。对对对，来日方长。咱们吧，总觉得吧，咱们不是马上就亲家了吗？总想帮你干点什么。打了一宿的电
个话。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啊。另外呀，俺们是实在人，心里咋想的就怎么说。是。这不，美丽和毛峰马上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俺们呢，就是为谈这事儿来的。这么快啊？你看大哥大嫂啊，俺们也没文化，为这个事儿啊，专门请那个算命先生给他们掐了掐日子。他说，下个月的8号啊是黄道吉日。哎，你看，这是秘书啊，你看，黄道吉日易嫁娶，要不咱们就放到下个月8号把事儿办了。这说办就办啊？就是。我们要不再商量商量？咱们现在不是在商量吗？是。说实在话，我们家美丽啊，啥都不懂，嫁到你们家了就是你们的人了。你们呢，就好好帮助帮助她，教育教育她。这孩子就这点好，听话。你们怎么说，她就怎么是，保证你们喜欢的。是啊，这个美丽啊，到了你们家了，咱们就成了一家子了。再一个了，这也是我们的福气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美丽的嫁妆啊，我们全包了，一点儿啊不比人家送的少。对对对，真的真的。哎，毛峰跟俺们说，这个新房就搭在家里头了。俺们就觉着，琢磨着这添置点啥呢？这添置的东西，俺们全包了，一点不让你们费心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毛峰还答应你们什么了？哦，毛峰还跟俺说呀，想早点把婚给结了，把事儿给办了，就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。哦，你说大哥大嫂啊，既然他们是自愿谈的，又想着结婚，你说咱们当爹妈的不就是一个支持吗？再说了。你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呢？不就是婚事吗？这几年呢，党的政策好，俺攒点钱。不瞒您说，俺一不投资，二不倒股票，三不买彩票，一股脑的，这安安心都存到银行了。这一下派上用场了。等他们小两口买房的时候了，娘家贴不贴补，不成问题的。现在想这些还早。叔叔阿姨，早啥？你看。这不早结婚，还早抱孙子吗？是啊，早结晚结，早晚结，这是吧？大喜的事儿吗？那是那是啊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听你们的。太厉害了啊！叔阿姨，爹妈喝啥？对对，喝啥？豆豆姐，男以后叫你啥呀？叫我什么都行。哎，美丽啊，你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啊？俺身体挺好的。有反应了吗？啥反应啊？就是想吃酸的呀，还是想睡觉啊，还是想吃什么呀？啊，俺不挑食，俺吃啥都行。其实你别客气，你要想吃什么，你跟我说，跟毛峰说，跟我爸妈说都行啊。嗯，然后过两天我给你找个医生，然后做个 B 超查一查，确保小宝宝在子宫里面安安稳稳的就好了。姐，你说啥呢？嗯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都知道你怀孕了，不是吗？怀孕？谁说俺怀孕了？俺没怀孕啊，俺还没跟毛峰结婚呢，俺咋能怀孕呢？俺俩没一起住，姐，谁说的？谁说的俺怀孕了？你没怀孕啊？俺没怀孕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姐，你摸摸。哎呀，姐，俺真没怀孕。我知道了。我觉得还行，所有的孕都真的。哎，豆豆姐，特别好，很简单。豆豆姐，怎么了？这种事情你也好开玩笑的？什么？把人肚子大这种事情你也好开玩笑的？啊，他们临时不害怕。什么害怕？人哭成那样啊！毛峰哭了。你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不这么说，爸妈能同意我们结婚吗？哦，你这么说，爸妈就要同意是不是？那，你不要跟爸妈讲啊，你那样做的太不对了。反正我们一结婚，孩子不就有了吗？不是，毛峰，你当这是过家家呢？哎，你多大？你快30了，你能这么骗人吗？别吼！你看你的样子，你多难看，微笑。给，那你听我说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不可能跟他做那个事情，这是肯定的。人家是什么人呢？人生。你别说了，你。哎，别生气呀，姐。别生气好不好？你看，那么
纯洁的一个姑娘。什么那么纯洁？毛峰，你成天骗三骗四，你觉得好玩是吗？大家都哄着你是不是？都陪着你是不是？啊，听你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，这潘美丽爸妈要是知道，人真是要气死他。你听我说，为什么你不这么想一想呢？这么纯洁的一个女孩，跟我你的弟弟结婚了，组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庭，生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，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！